咱若一般伫即个庙里，咱若一般伫庙里看，是讲啊，即个九龙道尔啦，九龙图，吼、哦，啊无无即个宝啦，啊，只是咱一般都叫做母老母爷，吼、哦，上天老母的母。遐为甚物我会用九龙九龙盘宝，即个叫做九龙半母图，九龙盘宝图。但这个九龙盘宝图的原因就是，意义就是讲，咱这个古早过去在讲吼，人生九子，人生九种子，人生九子，啊各有不同的品性，各有不同的品性。那么咱今仔日上天生咱人，咱嘛是龙呢，所以咱大家拢讲龙是传人。咱今日拢讲灵的传承，吼、哦，啊，咱传啊灵。但是因为道的数就是众多啦，数，咱若以数目吼，数就讲足多，道就是讲数上多的数。那么上多数是人，所以人上多。但是各人的品性袂当相同，所以有好人有歹人。那么因为过去天都普渡这因缘呢，是干呐？上等人会当得到，下等人就中等人就没有办法得到。啊，今仔日天道普渡这个因缘，就是讲上中下阶层的人拢会当得到。因为呢，所有的这个众生将来到佛法一中，三时末劫，就是讲拢大家会当回归老母的迄个所在。所以今仔日无论讲咱是上顶的人，还是讲中顶的人，还是下顶的人，凡是即道你有诚心要修，后日拢会当回归老母的所在。所以这个叫九龙盘母办母吼，会当将来大家拢会当回归咱无极以前目前老母的迄个所在。所以希望咱大家得到以后，大家好好修道，安尼咱就我个人后日。会等于补着一天，好、哦，这个是九龙半母图的这个在大概的含义啊，吼、哦。啊，既然要讲龙生九祖高精进，伊是什么灵？什么灵？什么灵？先看记载，哦，啊，这后日等到下来，大家都讲你如果做资料，后日再来找人来做记载。那么是我来讲一个，原来这个图的大概含义就是啥呢？安尼自然，咱后日咱就知讲，吼，原来这个要做是咩？九龙盘宝图是啥物意思？啊，咱若是以一般别人看的是一款的吉祥尔，吼、哦，因为九龙要出现足少，九九龙要出现足少，所以为着迄个庙为着要会当显出着讲伊这间庙的迄个要做吉祥，啊，就用九龟龙代表迄个吉祥，大概迄个尊严。就像咱中正纪念馆、中正纪念馆，伊迄个人伫两边边咧拜，中又爱用高威严，吼、哦，啊，但是迄是番代表伊的尊严、伊的威严，吼、哦，啊，代表伊的迄个就是吉祥，伊无像咱今日有这个寄宝，就是咱的意思就是讲，希望众生都能回，拢会当归精进宝，回归到我们本来。好，安尼做台，咱即马推荐你。即个对联来介绍无？爱你，哦，伊里若要介绍对联吼，哦，安即我就好做一个咱只对联吼。咱对联中这两对对联吼，就是有咱的根源，这两对有咱的根源，有心的甲咱结合吼。啊，我这边是。心如温静中底下，语言共享如意遍天下。吼、哦，啊，这边是第三性慧能化作科学，佛归道地度乾坤。吼、哦，这是对人的这个叫做配对吼。啊，这款人叫做心意。吼、哦，安尼吼。啊，恁即摆呢？即摆这边这句叫做心如温静中，咱即摆就是儒家念佛三时末劫。尽量透过这段时间叫做儒家英文，所以因为儒家英文咱一边接着唔免出家做和尚练功，唔免苦修苦练，所以叫做儒家英文。
咱会当在家得到，在家修道，在家看生死吼。啊，所以这个是如恩吼，啊，如恩即个就是正宗戒定义行。咱今日是这个大道是正宗，唔是唐书，唔是无道统的，唔是无祖师的。咱讲正宗的对啦吼，正宗的物件啦，纯粹由迄个地方出来，讲做正，叫做正宗。正宗的啦吼，唔是对方面起来。起来膜拜，所以呢，就是正宗的哦。人这么现在入温，这个时阵是正宗的哦。啊，这个大道普传是正确，你今日世间哦，义行啊，义行就是咱讲，哎呀，这向天咱这样子讲，咱向天的利去行，去做就是义，就是义有义的。哦，所以伊家己啊，就讲按照有道理、有这个有规矩的代志，按照道德仁义去做，都叫做仁义。道德仁义，所以咱今日这个讲话要用哪话？咱啊依照道德为依归，叫做仁义。哦，所以人讲礼门仪哦，就是讲正当的行为，叫做仁义。所以以前公常伦理偏偏下，所以今天是当时一文儒德一文，就是要推偏这个公常伦理，讲谈伦理咧。现在中国本来古代就是公常伦理，吼、哦，这是呢底色。一直到现在，因为世间拢是追求着科技，啊，追求着这个叫做功名，啊，所以把公常伦理这个物件都无性啊，啊，讲就是。公就是三公，上就是五上，吼、哦，因此啊三公五上合在叫做对立，会当偏偏哈，所以这个现在天灯普渡这个因缘呢，会当偏差的，拢总会当接受咱一贯道，就是因为咱无叫人依归这个社会，无叫人依家庭所公上的安定，所以这个现在一贯道普遍传遍世界，现在是108个国家。哦，有五十八是已经有申请合法，所以今年这个马来西亚也成立马来西亚一贯的总会，哦，啊，今也是古年会，啊，第二个名，第这个也是印尼米兰成立米兰分会，因为伊也加大有总会啊，所以就成立米兰分会，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道已经普遍的世界，所以呢，就叫做这个大道叫做世界性。也叫做国际性，唔是单单台湾人咧做，包括非洲、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其他的国家阿拉伯，伊都足相信咱去关注这个文化。哦，所以这对是一个国家。也阿拉这边、这边第三性会面，什么叫做三性？三性就是国家老祖宗、祖尊、祖母。祖尊就是这个话来转世，祖母就是咱。国民国家来关系，所以这叫做三界。所以咱讲天界是一是咧，就是印这个三界的规律，就是叫这个道统传落来，下这个接代下祖师这个规律，化众和合，哦，化众要化众，要度化众生，咱来呐，咱来有和合，就是讲和而不流。所以讲这个世间。虽然咧，交世间人做迄个修学道，但是咱何日不东风？哦，人讲东之风，东之情，哦，何风东情啦？吼，何风东情？所以咧，交世间的人修间修学，但是咱想修的学道，咱有佛归道基，佛的归，所以咱即卖得到有修五戒，叫做佛的归。哦，咱若有顺这个概率，自然咱人生以这个修道的范围，咱就会归回了这个规矩。啊，所以有规道矩，规就是规矩，规道矩就是讲，咱就是呢这个儒家这个矩，哦，方正的讲矩。所以咱常在讲规矩，规矩就是讲，来啊，我爱福官，啊来爱福，所以官名啊来福，哦，叫做规矩，度乾坤，安尼咱度咱。世间的这个男女乾坤，这里嘛，这边边啊，这两个杀刀共东路，普传去传，为延续宣传。哦，这就是讲咱祖宗应过，当时这个来做是呢，十七代祖宗。
做主，伊食把这个石川了，自尊了后，伊叫伊等于等于等于山东开封，所以山东主要就动落，哦，啊，破防一关开始，一关就主要开始，哦，啊，会面小心房，这个会面心房就遐正常个。啊，这边一关，这边啦，发现多人在会三万变分别样年，一年一年，不是贵啊，年年就对了吼。啊，这个就是讲。发泄这些就是讲，师父普渡在山东，师母建温开德地，四川，四川。啊，所以接着，接着已经因为未来咱将来这种以后的中华大会，咱大家拢那是做听捌听讲中华大会这句话无？未来中华大会就是伫西川，啊、哦，所以把它设伫西市，哦，结果嘛说大会。西行就是四川啦，哦，啊，后来叫西川，所以过程是先四个人来公发这西行，大会不是，挥发四川和金市，桂林北海千峰文，桂林北海千峰文，这就是在讲中华建会丰文会议的时阵，建会是某一个所在，所以才讲大会三万建会别样的。好，这是这两句诗简单的这个意思。好，来，先请问这几位哈，咱内底吼有七三尊啊，七三尊就是尊弥勒佛，啊，一尊观世音菩萨，一尊释迦牟尼，七三尊佛像，就是这个三雕刻的，不是七三尊，啊，不是玻璃签名的，啊，不是迄个叫挡住的，这就叫做三木雕刻。那么三木雕刻咱弥勒佛这尊塔已经1600万啦，1600万。也这个观世音菩萨甲释迦牟尼佛这种叫1800万的数量，哦，1800万的数量。所以这就讲这三尊的相。那么前这个弥勒佛的最大努力长，别说这个观念一点，所以咱前的就是哪，咱前就是弥勒佛讲天话。弘忍普渡这个因缘，弘忍老母的忍来普渡三宝这个因缘，所以是将天化，伊即摆就是应允，吼、哦，所以每一年不应允无，咱过去较早伫台湾未国好以前，咱若去到每一间庙，你就不拢伫伊后壁，到台湾国好了后，你就不主动拢请出来去头前。所以咱即摆若去到每一间庙，你就不拢去头前，就是叫现在你就不应允，是正确，吼、哦。啊，所以你就不应允正确了后呢，咱现在是这个江天环做出这个你的做出。啊，你的做出的思想就是对一个就是大族，大族啦哈，你的思想是大族，就是愿众生同乐。所以今仔日咱一贯道的地主得到了后，较早做爱食鱼食肉，主动伊就改过心，这就是应着咱伊的做出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意念，所以因处也是主事，啊，这是也是弥陀佛也是在心里啊，是弥陀佛就是在心里啊，啊，所以咱即卖现在，但是一般人的店面，一般人的迄个也是商品。你看，都是在这里啊！你如果若不是吃主意，无就派换当钱，要不就用一个什么哪货吼，吉祥的物件，伊就是哪，这标志拢伊就是在这里。那么到现在，咱天都碰到这个英文，嘛是真正是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什么时代？叫做金钱的世界。咱现在现在真是叫金钱的世界，目睭飞金就爱钱。咱若保障伫咱老爸老母伊迄个年代，无钱无要紧哦，无钱会过日，咱即款无钱会过日呢，电脑也爱钱，水也爱钱，啥物啦拢爱钱。较早无啊，较早毋免，你无钱无我无电脑买打油来点火尔，吼、哦，啊茶要煮饭来烧炉啊，水来切狗啊来切点尿炉，即摆毋是即摆用水做水用咩啊？所以咱到即摆现在。是叫做金钱的时代，嘛是金钱的世界，所以咱现在真正你的好英文，哦，这是咱你的好英文。这为什么我来用这个所在用观世音菩萨甲
来这个老师，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是大慈大智救闻声救苦的一个圣者，哦，啊，所以因为观世音菩萨这次来应允做咱老祖师，就是灭佛的心愿，所以有相得十大，相得十二，所以因此呢，大部分咱信教的人，所以对一个人讲，家家观世音，何何阿弥陀，所以咱今日观世音菩萨，伊嘛是哪呢？嘛是咱现在济人应允相得观的祖师，所以咱过去上来咧讲，三世不难，三世莫劫，这是结束来临啦。都借来看伊修行，但是为什么咱修啊？即卖四十几年话讲，啊，无法接受啊！即唔做迄些国家拢咧甲咱骗，是啥意思？伊是关键发大事大事，所以伊呢，咱若有一分的善，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善；有一分的善听好，伊就甲咱化十分的善。所以伊就首先来化善。哦，不过因此，把我们现在修到样子嘛，会当做愈济人，把咱多修功德德，咱的这个人呢，功德愈济，把咱的这个这个善业就愈无去。哦，你咱的成就会成果带显现。当然，早早接触回来都在，咱才会讲阿爸听修到无，咱才会会当成果。所以关键我们要去接触正确的做事。好、哦，所以依然这个所在基本空旷，就大家讲我这种关键的菩萨，好、哦，啊，这边就是咱接空老师，接空老师的基础见闻江河华的多书，所以江河华大，所以这阵多传外国九州，就是咱接空老师见闻的时阵，好、哦，啊，所以呢，这个见闻的时阵，咱现在悠闲。会当同样来接到这个大哥，就是讲咱济公老师借着这个天力来开咱这个玄关，予咱大家当参修真是好海。这样是咱即卖现在这个用。那么因为呢，咱为什么在当前三下在忙啊？为什么咱只不用咱的三性？就是讲一理之外，咱来以三性就讲，他拄啊讲来，咱以念做书，数尊数末，啊，安尼呢就是咱三性。但是阿里之外，咱袂唔捌，咱系无可能阿里学在这上。阿里这就是互人轻易，会当了来讲哦。咱今日接到，吼，阿来到这个所在，就是三位。咱一般世间人，上界英语班，阿上界亲近，会先不熟悉。但是咱今日大家咧拜佛，咱应该要效法，你就做出个大多内容，包容啦吼。爱做关键佛，拜关键佛的，爱好我关键佛的大慈大悲。好、哦，今仔拜这个老师，爱好我的这个老师，行得正直，行道义速度，这是从咱进来好发的啦吼、哦。啊，所以咱看到咧拜到五天拢经着保庇我，好、哦、啊，你着保庇好我安怎，好我安怎，咱现在拜佛过来也要好发也清楚。所以咱拜弥勒祖师，弥勒佛咱学法伊的迄个道理，吼、哦。所以咱一个人有心性有空法会当包容，那安尼呢，咱就快乐，吼、哦。今日好好咱关心菩萨的这番闻声救苦，吼、哦，大慈大悲这番精神，咱老伊就讲，什么人咱学哦，大家咱学哦，就是拢该自如来佛性。大家爱学的，哦，阿恁若会当学法，咱济公老师，啊，会当行道正直，救人度人，这是咱大家的责任甲使命，哦，所以这三尊会拜开的这个渊源。咱这个六十四代祖师哈，也再个讲起嘛，是咱一贯的咱今仔日咱家的这个文化，哦，啊，比方讲咱这个。一贯都是有历代祖师有师祖，唔是迄个无师心的就对了吼。所以咱这是有师的师传。啊，六十四代祖师，那要拢总介绍介绍，然后这一波介绍不了啦，每一个一个介绍，一波介绍不了。好、哦，那么呢，咱今仔日就讲，他简单他整体化，啊，一寡重点给恁介绍，安尼就好了吼。咱。这尊叫做何喜金龙，所以这尊。
本叫做东方，哦，东方第七代祖师叫做弘一圣德，啊，弘一圣德，啊，啊，因为咱有个人叫弘一大德，啊，你为甚物叫做弘一圣德？哦，未成佛也是圣德，啊，啊，所以咱拢讲啊，做大叫做圣德，凡是东方界咱拢讲做圣德，啊，所以第七代东方圣德。就是弘一，第二，这个是金龙养殖，好，这个叫做圆观音殖，这个叫做萧何白殖，这个叫做传雄仙殖，叫做菩殖。那么这五尊，我讲什么，我就讲一个经验啦吼。当时黄秀敏黄立发委员带，也是咱这个托书来到这，我来讲先，讲先对人解释。我现在这个介绍讲，这个业界做多，伊就搞讲，啊，这种假啦，拢骗人的啦，哦，咱中国历史话拢人写啦，日本的嘛拢安尼做来啦，无自信啦，哦，迄个时我来讲，其实啦吼，那日本的无自信，即我唔敢同你讲，一旦咱中国的历史讲这无自信，我会肯定，我会接受。哦，安尼啦吼，我讲我袂接受，这是咱的生命上体，但咱看不到遐，了解不到遐，所以咱大家讲历史拢都讲我讲，讲叫做假，安尼啦吼，所以我来讲，我话啦，内心上无解平衡啦，我讲三句话啦，我四卡，哦，这我不可故意害者，苦矣呀。国际地卡一股在讲海，你讲讲海，讲海到我海关就唔怕的，因为一心都拢伫迄个生啊人面啊，你讲讲海，你知吧？对不？哦，那有一日我大水顶下来，把我漂出来，一去到你那伫咧下面去看海，嘛是困难的。好、哦，所以你不要讲，这话不可故意害人，苦死呀！好、哦，一切上不可故意变价，重视呀！夏天的虫，你若讲冰，伊讲我唔知，我唔知，迄冰先做啥，唔知。就亲像咱新加坡就请回转来台湾以前，伊讲啊，恁台湾气候安怎？我台湾真寒哦，迄穿寒衫哦，又怕寒，坐坐安怎？我唔会晓甲讲。尾下我寒，坐坐安怎？我要甲讲，哈，寒安怎？寒我唔知，恁等下来去感受。即摆会大概会寒，哦吼，寒得出来好，喙齿会烧烫，啊，牙齿会打架，诶，你即摆寒热牙齿会打架，会啦吼，一个寒，喙齿会震动啊，伊就讲牙齿会打架，牙齿移动啊，哦，安尼寒就是安尼啦，所以伊即摆来要打，你讲好啦，寒牙齿会打架，哈，安尼就是寒啦吼，所以我会甲讲安尼，哦，讲气象不可故意变价。重视呀，确实不可故意得奖，所以讲，确实就是讲，这个无受到正当教育，无咱中国文化传统的人，你甲讲得，伊讲我唔，所以讲，就是伊的教育无够，安尼啦吼。所以我系讲，咧可能咱咧往读书会听啦吼，啊，就同安就较无一直反对讲，这种假啦吼，安尼啦吼。啊，所以安尼以后我来讲。帮助咱福气，啊，到这个现的经过，差不多1100万，要到1200万，这个月要到1200万啊。那么这1200万的当中，无形中五行相生，所以五行相生。啊，所以咱中国为什么给咱界定春季开始，一年开始对开始，春。春天开始，啊，所以春属木，属金，属青，所以春天望见树木就欣欣向荣。所以第一个圣贤，第一个这个历代祖师，就对伏羲开始，所以伏羲叫做东方天帝，东方天帝，伊属东方天帝，哦，因为伏羲属东方天帝，伊属木，木啊属土，哦。啊，因为木会生啥？木会生火，对无？木生火啊，所以木生火叫做金龙养地。一个是金龙养地，叫做五谷丰
所以呢，咱若去庙里看五谷王，迄、那个面上红的迄尊五谷王，伊若面乌的，就叫药王、药王。所以迄个叫啥？迄个叫新郎气不测，啊，新郎气不测。即伊知影讲感冒毒毒，感冒毒毒啦，所以伊嘛叫他打气，气化偌毒。所以伊食感冒食一个煞面乌的。哦，啊，所以若要甲讲诶，咱若去庙里看到迄个上乌面诶，就是叫做药王。好，即若看到方面诶，就是五谷王。好，安尼就对了吼。啊，所以呢，即个阿怪为即尊廿七岁诶，即是叫做五谷王。啊，若吃药草诶，迄就叫药王。啊，即就由安尼分别。哦，啊，若你遐对伊经过记载是讲。我国王的这个药王的速度是琉璃度的，琉璃度是透明的，透明的，所以吃什么物件都看，会知影这个气吃到多，所以伊才发现这个药啊，哦，啊在做解救咱这底层的这个病苦，哦，啊所以伊国会来看，看到那个甘露啊，这款药草啊，叫做中国民国的，也是作一个名吃到多，讲惊到尾水。正到未醉啦吼，未醉，讲起起起起啊，真是啊，一阵春。哦，伊是安尼，传说安尼讲啦吼，啊，有影无影，即咱毋知影啦吼。哦，安尼吼，所以即新郎叫做杨飞，啊，啊，即木来会生啥？木来会生，啊，哦，火来会生啦，火会生土，所以天官叫五帝，五常中央五一套上。哦、所以监管是五帝，哈、哦，一五帝当然伊嘛发明足济啦，吼、哦，而且咱大家读起就较知影，所以咱即卖现在，咱现在人大家拢讲，咱是炎黄的子孙，炎帝甲五帝的子孙，炎黄的子孙，咱是对呀，传来安尼对，哦，啊，所以五帝了啊，五土来会生啥，会生金。所以交合这个金天地就地地，好啊，金的生水，所以专属叫天地，好、哦、天地属火地，啊，所以叫做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好、哦，安这个叫做五地，啊，到天到家，啊，这里面地壳啊，这个地啊，叫做地壳了，哈、啊。这个就是哪呢？这就是这个一尊，这个一尊，哈、哦，好、哦、嘞，五帝一尊呐，哈、哦，五帝一尊，哈、哦，啊，再来个东辽，啊，啊，义顺，哦，啊，玄武，这三个就是咱大家，咱一般人在讲的三界公，啊，三界公在讲哪个？到正月初到去拜神，上拜三拜公，三拜公嘛叫做三官大帝，啊，所以叫做尧舜禹，啊，尧舜禹。咱即摆即道，咱即摆即道吼，上天老母娘并三拜公尧舜禹，甲咱地府求名天神挂号。所以咱即摆若咧即道，迄个用天表文拢讲，即摆请三官大帝甲咱。起天堂地府，起天堂，天堂挂号地府求名，就是讲三界公，三官大帝，所以尧舜禹就是咱正位坐到底拜三界公。那么因为呢，咱今麦咧讲，这个是一边讲的对伏羲啊、金龙、天官啊、这个萧何啊、颛顼，吼、哦，安尼就来到遮，安尼这个高位。那么呢？由这来甲介绍，就讲咱今日咱了解，这个咱中国的道统，中国的道统甲这个寿命中有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头啊相生运，尾啊相克运，尾啊相克，所以咱中国的历史，咱若以人格人格看，咱就知影，所以人讲，人迄是我最近看文书写讲安尼啦吼，因为人咧讲讲这。所以吼、哦，看袂远，所以阿哥尤其目睭睁会头疼，所以拢有看别人，无看家己。所以正人甲做正，互咱自明，
互咱自明啦。啊，就做行，互咱看咱的家己，讲我到底对个歹啊，对了歹，无对了，情绪无安怎无？好，安尼吼，只得一点数，互咱，因为咱拢无迄个智慧，所以咱无智慧，所以唔知影是非，所以才用点数，互咱增加智慧，才互咱知影讲，到底这个叫做点数的精髓。天甲水啊，火甲火，火难办。所以因此呢，甲做这个物件。所以咱来一当依咱中国历史来甲看，安尼呢，自然会知讲五行相生甲相克。所以从这开始是相生，到转向是相生。但是呢，对东条开始以后就相克，相克五行相克倒变了。所以东条属土，东土咱古代人讲唐土，唐土东土，东条属土，吼、哦、啊东条属土，啊土去哦，宋条，东条叫宋条叶，啊宋属木，木克土，木克土啦，吼、哦、宋条属木，吼、哦、啊宋条伊啊属木个雕工艺，伊一支武器叫做出结棍。伊无食瓜刀，也无食汤枪，拢无一支鸡尾棍，所以就讲呢，伊个钱属木，所以伊食一支鸡尾棍嘛属木，所以人讲就讲呢，一支腿大片天下，大片天下，所以伊建迄个国家，就是一支鸡尾棍的啦。好，所以伊属木，啊，所以宋朝的皇帝拢穿青，一宋朝的皇帝拢穿黄的。这五十土啊，青属木，所以木克土，所以东条去有宋条面，啊，宋条去有对条面和元条面，一元条，恁看下来咧看册，咧读册，拢讲日晷读心经，吼、哦，吼、哦，啊，日晷是宋条啊，吼、哦，啊，心经是元条啊，吼、哦，啊，所以元条，就叫这个宋。别宋条啊，所以这个时阵呢，咱这个宋条就叫元条面，啊，但元条啊，元条只有对条面和平条面，一面是火，啊，火克金，啊，啊，这个明条只有这个做时阵呢，叫清条面，啊，清是水，啊，水是火，啊，清条只有中外面个面，啊，中外面个是土，啊，土克水。我阿那无讲个清朝这个国家这话，国父这个人起义，那系先讲啊，国父这个人起义，伊家己也是也是那呢，也是中山，哦，也是中山嘛，中山就是下山的，哦，对不哦？啊，山属土啊，哦，对不对哦？啊，土克水啊，所以人讲兵来将挡，啊，水来土养，哦，啊，所以中华民国就是克这个。清朝，吼、哦，安尼嘛无，较早人掠这个，这个只要要杀得到，可能人讲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人定，吼、哦，啊，所以这个是五行相克。那么五行相克有影这个五行的相克无？确实难听，所以这是我看古册，即摆抄一个古册啊，吼、哦。你像讲当时东条李世民要去征东，要去征东啊。哦，李世民真讲伊派这个做一些呢，不治中，啊派这个金属宝，要挂水拢无效，要挂水拢无效啦，是拢真袂赢啦。哦，啊就来找上找四阴鬼，那四阴鬼就白虎星来转世，一介所谓是青龙星来转世，一青龙惊白虎，讲个白虎吃青龙，啊青龙属木。啊，地好属金，吼、哦，啊，所以因此呢，四阴鬼去金就变啦，吼、哦，啊，就四阴鬼金生，啊，四阴鬼金生也是，因为四阴鬼金生伊是地好生，甲你金生属金，所以伊受金气煞，可以煞住，啊，所以到地好官，四阴鬼四阴地好官，听是伊的作地。也作地啦，吼、哦，
啊，所以伊当然死是最好法，所以死为精舍一个名。但是要精舍爱啥？爱死精舍。啊，死精舍是啥物青来选择？金牛青，咱天顶有一粒青叫做金牛青，金牛青来选择做死精舍。啊，因为金牛青精是五金之性，五金的金啊为重为首啊，所以伊来精舍。得到迄个金器的做金器该做，吼、哦，啊，所以伊四经三经经济爱得到含的话来做，啊，无另外证明啊，所以到尾啊，含的话做四经三，这个大家拢知影嘛吼，吼安尼吼，啊，路通扫法，要扫法就叫路通器啦，无路通器白扫会扫袂平，啊，八方人不属水，一路通四维上路属土。所以水气、土气啊，水就点啦，吼、哦、啊！所以这就是咱中国古代一般过去古天的写，什么人挂在这底下，所以现在这经过一只，吼、哦、啊！所以明明中我今日提起来讲，就是咧证明讲啥，咱天道这个应运嘛是确实应这个运来，应这个运来。所以到现在，吼、哦、到现在，自然中咱世界吼。哦主题和这些呢，达到设计，达到设计，都正是西方的应用。达到设计正是西方的应用，所以咱较早是达到设计是拢咱中国人的应用，所以咱中国人叫做哪？咱中国叫天条。所有的一寡只其他的民族拢爱来挑破，但是到达到设计正是西方的应用，所以开始西方人感觉到发达。农业的改进，工业的发达，所以迄个时阵呢，吼、哦，应该讲，迄是哪一，迄是一个推论啦吼。那你应该讲，当时十九世纪就是爱英国人统治起来，哦，所以英国那叫做，还叫哪国不落入的国家，入不落国的国家啦吼、哦。所以应该讲是英国的英文，但是英国伊缺失了迄个道德。所以用鸦片侵害中国人，所以到尾啊，伊的运袂当得到迄个证，所以啊，转到美国去。啊，所以真难的一寡科技的物件拢英文吼，工业革命反对英国来啊吼，所以其实讲啊，到现在咱到现在嘛，拢叫做美国西方的英文，吼、哦。啊，迄时阵大家都咧讲，未来是21世纪把咱中国人的英文啊吼，也希望讲。当然，咱中国人英文嘛，是讲咱要去侵犯人的天下，就是因为咱呢有咱中国人的英文，就是这个道统要传遍天下，这个大道要传遍天下。所以咱既然这个时代有英文，咱大家有安尼一个了解。哦，先就讲为什么咱今来讲现代史？现代史就是讲咱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中国。伊对台北开始落花桥嘛吼，对台北开始就来卡，安怎势如破竹，所以个东北属于木，啊日本人是东洋，东洋伊嘛属木，所以日本人爱困榻榻米，爱困木做诶厝，爱穿木脚，吼、哦、啊因诶物件拢爱木，所以因日本人本就属木，啊佫爱木。所以伊伫木器的做工，所以人讲，伊是二木叫做木，两木叫做林，三木叫做心，吼、哦，伊爱讲八个木是王，啊，所以伊他大约当上的，迄、那个气势吼，会使讲上座，所以伊他大约当上势如破竹，但是呢，会造成他拍到对拍到中天。拍到中天拍到中天，中天是咱中国的班头，叫做西川，叫做西川。好，啊西川遐就有金器啊，啊金就缺乏啊，所以叫它名叫到四川啊，到遐就有金啊。啊，所以因此呢，伊到四川就到伫遐，无法度来个金啊。好，尤其伊到尾啊，去偷袭印度，干到叫美国参加了第三次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哦，迄个时阵呢，美国就投降啦，因为金出国，金嘛出国啦，
所以这就是讲现代史啦吼。即下佫讲佫较现代，就亲像讲美国人去越南，啊，美国人去越南，那美国来讲，美国的科技甲伊的人员去越南当时，或者是按讲三个月就去干，美国兵将，唔单讲去到遐三年，死三十多万的美军，佫开三千几亿的美金，无啊多。一挂飞机武器去到地方应用武用武器的，所以到尾啊，美军去了伫越南是寸土倒落去顿时的呢。那么为什么伊去越南会遐尔啊差？原因就是因为越南俗贵，所以咱你讲越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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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愈贵愈南愈南贵愈强，所以一挂飞机大炮去到地方应用武用武器的，吼、哦，所以到尾啊。伊就无法度走，吼、哦，迄、那个美军防越南，需要一个上切的海军。那么，若再讲起来讲，越南当时打美军，伊想拿安尼，我唔免听大陆话啦，伊就唔听大陆话，所以唔听大陆话，邓小平甲华东叫苏他的兵拍，拍人，一个反攻到荷兰四十米，所以到尾阵啊。跟越南的总统导航，讲好听你的话，所以他为什么大陆怕越南？越南会接近的导航，因为大陆熟土，怕越南熟火，啊，请土老火烧会地震，地震啊！啊，土老火烧会地震，他的功用呢？所以越南如果怕功用，哦，所以也就是讲上切的这个温。所以咱今日爱知讲，这个天地宇宙冥冥中，咱天道一文到今仔日，这嘛是一个文啊。那无这个文，咱无法度。哦，啊，当然我讲的安尼了，起码换迄个，他都爱讲迄个朴素啦。伊就问我讲，啊，安尼咱台湾就大约拍是蛮顺。哈，不过这道理你自己想哈，哎，安尼唔好，你自己想啦哈。啊，安尼讲，伊嘛问我咧，我伊今日听了我讲了，伊就讲。对啊，你不破你吼，所以就话讲，啊，咱台湾就台湾拍赢，就，哈，对啊，哈，啊，这吼，你个印象就好啦。好，啊，咱今麦吼，做较个简单看者，啊，较像是边边边些，啊，佫有图案的吼，啊，佫有图案的，啊，佫有文化的啦吼，啊，但是咱佫来介绍来，好啦，伊只啦吼，咱两边的这个桥啊吼。就这边先看，啊，这边的条啊写大多四俗，鸡笼红条顺，物通文物，空运文物，干毛做咩坐来开始通，啊，这边写地梁一环，借路做种种诸念，江湖仙河，心法接变，乾坤对应万法的，啊，啊，这就是讲咱的道统的渊源，啊，这边就咱地统的渊源，系统。所以是从北洋的花开始，所以叫做系统，叫做道统，哦，哦，安尼吼，咱就从北洋开始，哦，所以借佛祖种种诸念，将苦心和，这是一个工作书，但是我们系统是从这样来的，哦，安尼吼，呀，两边这两队哈，后边这两队，这边。以经尽释，托付高明尊亲慧根，一定要做何中为道，托门入内，重视感情。啊，这两枝条啊，这个叫做如何？啊，以经尽释嘛，吼。啊，所以咱人呐，咱来讲是啊，以有经尽有释，那安尼真正就是会当配合天地，所以托付就是配地，高明就是配天。尊亲，尊亲，尊亲就是哪？尊亲就是要尊敬咱的祖宗祖母，这叫咱上亲。所以尊亲爱咱的尊亲。那因为呢，何中为道，何中达道人就是华东中央的。何中达道，何就是中和，哦，咱是当中和，在这个人世间是当修持，哦，结合中和天。中有天地威严，万物有变，所以何中达道，爱地当达道，啊，福无欲灭，哦，中树大林，哦，咱其实讲起来，要脱离这个生死观，嘛是咱解脱
你要做到不做？啊，好来，啊，今嘛就去做来。出行天地合一，即归尽是无极以自天。出行是我合变，即地诸神是不离以自然。所以呐，这两句你来办，办你就啥天地，啥啥天数。好，所以天地合一，行是天地合一的。一是我合之名，一数字合之数，一归是人结用。那安尼呢？咱来当叫天地合一，大地当即归尽无余。啊，那即归尽无余，现在三德普陀三地法界，归尽拢甲咱显化做到，所以即归尽是无余。那安尼即是啥天数？你唔系去记起来啦，因为。那上头甲你讲嘛吼，即归尽是无余，是时间吼。啊，这也是我合明，就是讲咱自我、自尊上去、自我上我，是我合明。咱是上甲咱讲，即地依诸圣人而不离，即大地出圣人难离离。所以从空住到现在，大千年都是八地，所以咱难离离。所以即地诸圣而不离。是一点点，你也知影讲，这个人的气温有不合理。好，这是大家的大家的大家。哎，这个墙，咱这个墙，这个宝座，这个牌坊，这墙二十字，天明上帝无量天机，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有之上。好，他边啊，这两副诗，这边嘛叫开眼亭。因为心中心的性质，调和心文明山。啊，这边叫做界中路一贯循环，慧明心观，精修如何正常？啊，这是两点的这个名字的这个含义。当然，你听呢，这个讲这多含在等讲，用着人人间最吉祥的物件，拢讲认真。所以，咱有一个好无形无相，但是为什么人有一个好的边啊，拢一个分布不同，甲分同顺阳，波同顺阴，也表示天地阴阳。所以有阴阳就有道，所以阴阳乃生万物。啊，所以叫做分布不同，叫做同啦哈，啊，叫做同啦，唔是。像咱就是动脑，迄个顺阳顺阴，顺阳顺阴了后，天地阴阳交合，发生万物。啊，这是叫标准安尼吼。它是有一个无形无相，啊，所以所谓形象用着宇宙天地的灵气来甲呈现这个道的尊贵。所以伫这个咱这个世间有五量。五灵就是有壳、有灵、有物、有魔、有格，所以叫五灵。五灵上界衰就是壳作，就是咱人。壳作是阳个壳，咱人。所以咱人的种就是性，性是种，所以性是咱直接看。好。咱嘛不会好比人看到无啦，好咱自尊自我性命，但是咱无法度咱财富十当，好、哦，所以讲开，虽然讲财富十当无财，但是我们还有性命，理性无变，好、哦，理性是那无变啦吼，所以必须讲开咱要搞福气，所以呢，性来着灵，所以灵就是最吉祥，啊，最有灵气的物件，所以讲。这个灵呢，叫做九龙盘宝，啊，所以九龙雕宝人为九龙盘宝，我唔对哈，九龙雕宝，所以去到位人雕宝，但是呢，头前个边啊，头前三尾，边啊两尾，目睭看较低，就是讲看近的，所以看较近的就是那孤证，用一尾跳槽翻身。就是讲，你个场所元素，人性关系，叫咱讲有人看上镜，好、哦，这就是把咱标准讲正面的来对。像咱嘛，
风，风就是啥呢？风就是咱这个风就是接上的鸟类，所以无足就是接上就上不足，所以风有无种无只，风的无种无只就是地就是灰色的不色，灰绿色不绿，灰金黄不黄，灰果冻不吃，灰线分不明，所以这个不。所以风是咱世间最吉祥的物件。为什么来讲灰色不吃？灰色是不吃，所以就亲像咱今生命行道，咱若无所是无吃，无讲出无人吃或不吃，所以灰色是不吃。灰金黄不黄，无金黄无黄。所以你若有看到黄黄的流水，这个船一定变，比可能比即摆的迄个气势较强。好，这是我咧想啦吼。一分热色不热，那无热色伊无吃。所以为什么讲无热色无吃？所以过去咱中国有一个啊，做甚物呢？一个何素碧，哦，恁大家拢知影吼。迄个何素碧就是有一个叫扁鹅。有一日伫个山里看一只凤凰，手持一只石头，所以在阮这个石头就是宝贝，所以伊才提升去进入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这个时阵的国王呢，哦，伊唔捌，他所以就叫伊个大臣，他就来大臣来鉴定，这大臣来鉴定讲这个石头无值，这吼无宝贵，所以皇帝讲。这个扁额欺君之罪，所以才毒一下石头下面。一旦拜托朋友，要用去山顶，山顶了后到这个空地地，万一正着，伊阁把这个石头阁搬来了这个空地，这个空地我来阁叫天爷咱师傅来看，看下讲哪些无科学，所以才毒一下手。哦，他阁搬石头下面，所以到尾也是呾一根脚一只手。所以伫遐，每日怎啊伫遐咧哭？甲这个皇帝要死，换伊个囝要上位，伊个囝拄好去趴下对阿公，听着这个人在哭在哭，足哀怨。伊遐人吼，原来就从阿公因老爸为了要当这个石头，安尼就来杀一只脚一只手。所以伊怎啊气愤？伊就无叫天爷师傅来看，总之无条件甲我看，破就破有影。所以迄个天爷师傅到尾啊。这个叫做真正的这是一个宝剑，所以这个宝剑为了纪念伊个名，它叫做何素碧，何素碧也是扁何，所以叫做何素碧。好，啊，伊哩修发了后，这个碧达到九国，九国，好，九国就是这两个九国的国代，第九国做的是个国。九大哦，这个所以呢，大九国是晋国之宝。啊，因为孔伊哩这个叫做晋国之宝，到九国晋西王这个古德，伊才讲好，伊这何素碧才好。为着要爱这何素碧，就讲我晋国大，你晋国小，就甲晋晋国讲大个。我十三岁啊，甲你换一只皮，好。因为有阵讲你若十三岁啊，你皮好我了。我后日我派些要甲你讲大，你乖在听我的，哦，啊，所以因此呢，调动嘛，大家讲，这个天嘛，和金国客，我都要求得上来，所以才问因来这代志，讲什么人，加摕这个铁器啊，换七十三件，搁这个铁未使留下，人上无光，安尼我去啊，哦，到尾啊。人上无，这个皮肤好，佮十三成啊，换成啊，哦，啊，到尾啊，那咱不成功，完全毁掉，还一堆到，还这个皮肤毁掉个，哦，这是一个坚固啦，哦，啊，表示讲，这个皮肤的保护，那么今日讲它的保护，咱人生的保护，啊，进入什么，咱大家知影哦，什么是进步的第三态度？啊，因为伊做太子的时阵呢，伊有一个师傅，有一个师傅是国师，伊就问伊这太子，讲世间什么上宝贵？所以大汉太子就讲，宝上宝贵，珠宝最宝贵。第二个就讲，金钱上宝贵，
吼，安尼啦吼，啊，干那贵族什么，伊拢无讲遐，伊讲啥呢？祖先上高贵，哦，其实讲起来，咱祖先比迄个皮个较高贵，但是拢家己把足高贵的物件，遐包起来说，咱就知影。所以咱这个马戏上爱办，伊古代这个祖先上爱高贵，就真像一粒石头包一个皮个。这个石头外表无奇，所以无感觉孤独。如果找一个配件，孤独，哦，所以咱来查讲，咱来讲何处忌，哦，所以讲风，这个非直视不离，非孤独不知，无孤独无休。但为什么在讲无孤独无休？因为孤独的东西好稀奇，看红红就是孤独，伊就甲猫一张孤独的身多。他两个大等啊，伊就当车号灯，车号灯甲分做三只，一只十二烧，啊，所以一只十二烧，甲讲的声音，头啊十度的，重音的，中十，轻落的混合，尾啊十轻的，所以伊就出头啊十叫低，尾啊十叫轻，中十叫圆，所以天地。用中十代表十二，十二代表咱一年的十二个月，三十六，一年三三十六，代表一年三百六十，哈、哦，代表一千三百六十，哈、哦，今日初中十七度水，度二十四日，海溪流度二十四日，应二十四期，其他的量我答合七十二日。叫应七十二号，好、哦，但了后呢，伊在从七十来甲做事情，做事情咱的感情会多点袂啊来，所以做事情，这个多年上无经，一天勤上太经，好、哦，啊，所以这个多就吃不得热啊，这个走路一头就上不得起码就健康，好、哦，啊，做两条线。一山就是落的，一山就是深的，所以咱古早的青龙山，未成几条线，未成两条啊，现在嘛两条，现在嘛两条吼，所以用青甲路。那么因为用这个青甲路了后，经过伏羲经过了黄帝了后，哦，再来天三条，天地人本来是天地人，乜叫一条人？咁要要地，则用五条。应摩应摩地，应摩地得五条。咁要本号是正调是王太师，以哀怨加条五条。哦，啊，到本号要发生七条五条，所以到尾啊，这个情会全拢都失掉，叫做文武七言情。所以咱即卖现在音格音归音七音，好、哦，所以就做依然按照这个规则那里行，好、哦，啊，所以红红，好、哦，这边啊先接的是红红，啊，啊，红红在是代表着这个气象非常的祥和，所以无论讲灵也好，红红也好，若无太平心的，无太平心的，这就出现。好、哦，啊，所以天下好，个人就是好，好就是好就是好，天好特好的意思。所以好修行，伫四年的内底，好修行，孤修行，乐修行，所以代表这个是修行的物件。所以也希望讲咱讲好话，好修行，哦，要怎样的一年，一年哈，一年，即摆一年有两件哈。那机灵无开嘴的，这个机灵；有开嘴的，这个贪心，贪心。呀，所以机灵本来，机灵要讲来真是我，伊作因素，所以伊卡地难啊。所以所有魔作的障，机灵有障。啊，虽然伊作因素，如果含苦含灾含法。这是三运相恶的，全部是个惊。所以讲，仁者无敌。
人家有这个其他的。啊，所以其实这个行业用打八度，打八度，所以其实人生中一条，一就是人所以做不贵，所以打八啊，对，人啊，火炉啦、灰心啦、拼啦啦、拼啦，不见得不贵，拢是个卡车。好、哦，但是呢，这个机灵呐是吹吹，尽管有些语言代表机，好、哦，代表机，但这个概念上不能参。所以伊已经，我头先讲，伊若吹吹，夹个吞气就是叫做痰气。伊若痰气吼，伊讲痰气头嘛要正，好、哦，安尼就对了吼、哦。所以是咱中国吼、哦，这个空腹。空腹的处啦，伊个门口，伊个迄个在边门口都画一只麒麟，搭出规规要食伊，要食伊，啊，所以迄只麒麟叫做贪心，贪心啦吼，伊就讲，伊就食牛啦，细汉的腹肚拢是伊的牛啦，含住头要来吞落，迄个空腹的各界的惊准，人唔贪，啊，安尼对啦吼。所以这个机灵是安尼啦吼，啊，所以若要甲讲下咱，我主要是咱讲伊个结果，啊，嘛咧讲伊个这个，伊个结果有意义。所以因此呢，咱若是当好发这个要做的时呢，机灵的劲哪里，咱嘛咧当先进这个人情中枢，好、哦，这是咱这个机灵的这个效，哦，啊，搁两方面。完成这根路线做，完成这根路线做，人家一贯都有火花，好、哦，一贯都有火花。但是你完成这根路做，那为一直让大家看来，这个话题就是讲，啊，完成这根脚步两话多，好、哦，那是民间聊的阵啊，风邪七方的，还是红魔大帝，伊就讲话多，这是替天的事。好、哦，因为咱前几年准时，咱有一个落落两点的心象，金发之象，一个内象，一个外象，好、哦，所以是老多人的心目中，伊就进入咱这讲的带刀护卫，所以带剑护卫啊，袂使去掠外刀，掠外刀是天干的事，啊，所以关公无掠外刀，好、哦，跟吕先生还是去保障。啊，我为了讲啊，以前做排骨酱，是讲去骨酱哦，火上烧鱼哦，将天天上在烧，哦，所以讲以前做排酱卡骨排酱是，其实天天上在忙那个烧酱，加一滴滴酱，哦，人有人在问讲天龙啊，听讲你这滴滴酱，会当天天计划转人头怎样？以前做讲不一样啊，我是讲会当天天计划转人头。不讲主笔，我嘛讲主笔。那讲前面之外转人头，伊讲我做你产生什么用呢？伊讲我是想管三项：第一管贪欲，第二管心念，第三管烦恼。好，第一管贪欲，所以咱人今仔日讲开，也是要足大的这个啊，做的是呢，哦，这个痛苦就是贪欲。所以人的人生贪欲无限，吼、哦，一贪欲，所以贪欲爱贪。第二就是贪啊，第二就是贪亲人。因为咱种的点是这个世间有当一个一点的亲人有关系的。就是讲，譬如我做一个比如，有当时啊，我食足侪高丽巴掌，对身躯无当感觉有好处，也无感觉遐用。但是若一饮是自己的毒药。可能吼、哦，就爱积极嘛，吼、哦，所以才讲了说呢，人人生啊，这个情作不一样。有人是要父母生咱，生咱是咱养；有人是要叫子女发的强迫，迄、那个囝永远是父母是人。好、哦，我那个亲戚呢，有人是要娘子要有个经济上。亲人情感戏，有人比阿妈多啊，亲人情感戏，哇！所以咱这个亲人来玩笑，
咱今年若无挂掉，后日啊，咱会去做这个作画、做编画，一口就要给你要求。好、哦，所以咱在画出这个情形。好、哦，所以才讲讲前期断情形，第三段烦恼，因为众生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众生的烦恼，就是因为众生见色，众生见色，人可为恶，人见恶为恶。人不祥不祥，人不祥不祥，所以众生老烦恼。好、哦，啊，所以烦恼夫妻首先要人间的定论。好、哦，啊，所以首先做寒讲是要管三行，啊，希望咱大家都有这个智慧讲，会当管这三行。好、哦，这是一个智慧讲。好、哦，安尼啦吼，咱这个在这个大海的意思咧。咱今物来对两点，看见四百画角度，哈、啊，有画角是啊，好来。咱四百画吼，叫做万点金莲。万点金莲这个意思就是要讲咱去处现在三途苦道，咱处处自我见闻，哈、啊，呀，这道就业人数一起，拢会当天上天在各位。所以叫做万点金莲，八十八花用莲花做咱祖母的一个一个迄个精神。咱祖母呢，会使讲伊咧修道是出污泥而不染，所以莲花就是讲出污泥不染。吼、哦，啊，所以这个莲花就是讲对迄个精神的所在，对庭院的地方安一个来，吼、哦。啊，所以吼、哦，就表示讲，咱的这个台湾就是对天，这个所在一个台，所以这个万点金莲吼，啊，内底水就是表示咱祖母的柔情，柔情啦。啊，因为吼、哦，有这粒石头，这粒石头叫做太湖的石头，太湖就是心烫烫的，所以也表示希望咱呢。修学道，咱的心爱康，八面玲珑，什么水对这人拢会通，袂只有上来就对啦。啊，袂讲吉平，吉平有康，吉平无康，本来就只有上来的啦。所以咱这代表八面玲珑，所以这八句的意思代表讲，咱修学道爱对像咱祖母心康，八面玲珑，做咱祖母的这款的。出污泥不染的精神，啊，也有咱祖母加上水的柔情，为了普度众生，牺牲一切，所以水基于德就是呐，因可以服持，啊，甚至呢，伊甘愿去受迄个污秽，啊，受迄个污秽，伊都会净化，所以咱呢，就像这样做是呢，祖母的这款精神。那么这文字，哈、啊，这文字就是我的心腹，从苦海流、热海流、流来流去，不会停，停在苦海流。这段就是在讲咱人人生，过去无这道以前，咱的人生就是这世间，咱像苦海生死是在轮回，永远无人解脱。所以苦海是在流，热海是在流，也就是讲，咱的完结，咱所做一切，这是完结，啊。中一家一个人轮回，每家人千万我都能回头，所以一家生死轮回。到现在三者普渡，所以才讲随心善加心修，一贯发愿出海无，处处得无咎。啊，咱现在上天慈悲，感这个宝贵的大道，随心善一条，这个宝贵的大道就像金线，要助咱脱离生死苦海，加心修。大心就是讲干这种发作，咱现在不等拢金马的，比金马较贵吼，所以大心就，吼、哦、也是讲培养英文啦吼，培养英文属金嘛吼，所以大心就一贯发扬出海，处处得无咎，搁错过这个机会无啊，这个机会无得到无收到，伊讲后日要讲机会得到收到无这个一年啦吼。哦风顶披罗衫，朱然冰霜天。划过千万岭，斜落滚转千万里。
独守清规入标杆。哦，这段就是讲咱师母呢，伊为着要传这个道，所以伊较早老大人含坐牛车、爱停车。啊，过去民国十多年迄个时阵，大陆敢有啥物汽车，敢有啥物哪有人去坐无？伊为着要传这个道，坐椅啊，坐马啊车，哦，安尼有当讲。伫大陆安装片、招片，所有经过大陆大江南北，所以讲福福方便披罗衫，啊，披星戴月，哦，出去救济国人，唔是，我个之前唔知你讲个啥物，卡那一块前辈叫出去传道，点传出出去传道，伊讲早一年袂等于到厝，早一年袂等于到厝，我较早吼，然后我平时做呾民国个。七十年那个时代，咱华夏是国威世代的性能力，是国威世代的性能力。安尼，即包括咱做台干嘛吼？对正开始是高雄，对台江，对花莲，对宜兰，对桃园，对新庄，对台北，安尼都是能力，是国威。好，一因公提一担，提一担。但我坐在那里，点算出比如讲，我是点算出，今日阿三你讲你要去做，哦，我来你阿点，啊，今麦你阿点点，今麦伊阿讲伊阿要去做，我来你阿点，讲开车伊阿，开车伊阿，哦，安尼坐一当讲，中间会去做点，我要去做，遐要去做，所以会来点来去，所以一当坐就正常，所以咱主播大方就扑扑扑扑。所以为着要人要求道啊吼，所以用披星戴月，就亲像讲嘴巴用迄个露水的淡度，迄、那个淡来咧来咧食嘴巴，吼、哦。所以披罗衫，自然变风向，伊本来较真相，但是为着传道救人度人，迄、那个变变拢变，全部拢变，好、哦，诸罗耶耶耶。自然，变动自我相啊，划过千万岭，吃了滚转千万里，独守千规的标杆。这独守千规的标杆，就是当时伊在大陆受着足大的考验。这个足大的考验是讲，咱不管做哪一条工作，结果就是当场代课，当场代课。所以当场代课第一课就是课。苏老祖迄个苏尊念经的，苏尊念经的这个天主课，所以这些百科，哦，所以迄阵啊，咱老祖都就是讲，要死啦，啊，所以把伊的地主叫来，爹的地主叫来，讲韩国哦，恁对我信任哦，对我信任的当，拢地主咧，无可能啊。受到一条的要死，那我哦，这可惜，我还是先忙过大家点吧，那我今晚休息吧，好，那你大家把这些事情等啊，来几碗啊，哦，来，到了中午，我今天我叫阿三，提前去买啦，去买三斤花生来煮，我阿姐阿三，你看到人家叫五花五鬼煮的吗？我讲了哪里哦？那你就讲一杯三斤八升，八升啊，叫你买煮啊煮煮嘞，你嘛来叫来来，迄个大家吼，都买几碗啦吼，啊大家看看来饮吼，酒都未少些了，几条姑娘啦，啊，这我较早骗你嘞啦吼，那八只只是两升，到做迄个时阵呢，大家拢吃，那这个头啊唔敢吃，但是老叔叔讲，你今天是几条花生，所以老叔叔迄阵呢。人就想念起来，他就吃。伊这个病假啊，就想病假啦吼。他因为这个话输血，你那个今天另外把就输血，这把拢血了，都输尊荣位置了，嘛丢掉。输尊看到，怎么随机反应？讲啊，输我今把你闹晒吼，我今早还茅坑里吼，看见他我进来那来讲，你怎么讲？你怎么讲？他说他还没讲，因为这把他来讲讲的吼。老祖宗啊，唉，恁大家拢靠住啊，
哦，我叫你吃吧，不是真正做不好呢，是因为看你有地位无，所以拢去。将来咱子孙无吃吧，去不得。但是为着要和平被伤害，所以到了台公，你拢有天理，反正你创造啊，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天虽然是破绽，但是。另外教父教老都是做我们的传统，所以得出克服和自尊名前的自尊。第二张课人科第八卦五位自尊自我，好从上天老母的面未来传承。所以本来自尊都有家庭啦，有母啊，有子，但是上天慈悲讲了怎啊，爱长这个自尊三德普度。都同归尽，夫妇同修。所以师尊师父本来不是安国，所以到尾啊，上天都好，甲咱老祖宗、甲这个老师拢叫讲，拢叫讲，家人就爱接受他那个。所以到尾啊，咱老祖咱师父咱要求上天都好，有安国命，无安国命，有安国的命，无安国的。这些经文啦吼，啊，所以迄个时阵呢，传承，所以传承的话是科科是大科，所以第二科，第三科是天地人情的培养，天地在人情，这个叫做天地，这个叫做人情，好，这个叫天，啊，天地就是咱当时老师对空间吼，啊，啊，一寡过程。对对，老师迄、那个大母叫做人情，吼、哦、啊，对对咱孙子母叫做权利，所以叫他做权利的，所以当什么代课，吼、哦，咱讲是孙母的，但伊修道的时阵，伊就是立了这个清规，独守清规的标杆，所以伊做咱修道的也是因为正确的标杆，所以咱先特别大，接着咱降温。这里呢，人工一旦接到信号，好，所以种那个就不新鲜，就是要干。到田边会的中途就出边，田外来进数一边，就上天啊，花果店看在是往前。这段是讲到田边会的，到田边会就讲民国五十八年，中国国民党中政府根据中国国安局加这个做事呢。这条大道，这边小路这块路，所以因此呢，各个部门都特别的小的这块路，经过我旁边，所以迄阵啊，我咧拜拜的吼，上班咧人民大会啊，迄阵就拢知影，去拜拜的吼，我咧拜咱老祖先啦吼，啊，因迄个拜拜拢拜了先，这个工会较紧的，加遐个哪样需要了，经过我旁边。中央政府要确定下来的款项，但是多有迄、那个有咱这个单主的囝，伫这个经费总部是在咧做什么主任？假如发迄个公文吼，伊听得着，啊，因是单主的囝，所以对都了解，所以伫迄个时，伊会当迄条公文发三日，迄条公文了到伊会当加三天，超过三天就犯法，所以伫迄个时阵伊赶紧。去甲这个张老先生报告，张老先生啦，张国先老先生，所以去甲张老先生报告，张老先生听着安尼，赶紧叫韩老先生，哦，阿爸阿爸去看老先生，甲去甲老母去甲祖母遐，去甲祖母遐，咱祖母看见大家讨论一下，悠悠悄悄来，问伊什么原因，大家伫遐甲祖母讲，讲什么中央政府为小的特别小的一罐头。所以这个选择就是我咱以后会安装，所以师父才说没关系，你们放心回去，没关系啊，你们放心回去，没有事，无代志就对了。哦，啊，所以这个也得不到那个结果，啊，所以现在呢，一年等于等于了师父一年啊，就准备好拜一万佛祖，一万佛祖，你想那个拜三千三公一千三十五天去拜的哦。是一颗、三颗、三颗啊，一颗、一
的头安尼着，所以拜一万头。拜家的时呢，只要发愿，伊讲若真正呢，上天吼，求上天老母娘慈悲，那政府要也要管伊就好，唔能管所有这款的地主。所以只要讲自今日开始，我唔出门，但是连环能力，伊无出门。哦，啊，所以拜一万卡了，也毋知换水，也是目屎，安尼心情好淡薄。到透早困倒伫迄个拜堂卡，哦，甲迄种迄个服务人员卡了看着，大概查了了后，经过第三日，迄个时阵中央政府答，佫叫上个服务的主任，讲你即种服务物只发出一个哈，迄种公文怎啊无发出？所以公文无发出来了后，部长就足欢喜，就去找一下老母，甲咱师傅报告，讲哦，迄种公文无发，可能咱就发到海尔生机啊吼，这是上天的规定。甲咱师傅讲过，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那你们放心回去，无代志就好啦，你放心等去，吼、哦，甲等去了后要等去，迄个服务的服务师傅的人才，大家现在前辈讲。讲为什么今日会安呢？哦，大家讲这个原因，大家才讲哦，原来咱师母就一款大慈大悲，伊来为着要咱兄弟姊妹做甘愿，要救咱兄弟姊妹甘愿，但咱兄弟姊妹一样这样做。所以讲，人愿转运数十年，求上天啊，换可变，求上天观考验啦，唔变啦吼，唔通啦吼，盼头多方便，盼头。各位先生哦，咱因为发咱我们就是在打工啊，因为工作发达，他都爱看的，我这个父母是吧，因为这个内容发好高，现在我做的都看的，疫情好了哦，原来是这个环境哦，你这个建设方面的环境一路走过来，那既然刚刚咱后一时。他把修道的经验分享到了开始假设些民工地的经历，也算是在一贯大环境中，也让他们常难得的资源。你把他修道的经验，我们道场的文化，以咱这个自己发挥的来去展现。那么这次他们告诉阿三先来参观了，以认同同学的用抽象的东西来形容。长者风范，而且我们突破传统的素质。那么这个展现里面，你形容我们苏母老大人的德性哦。他一点，他都是在万众朝天，完了，那么咱再来画出万众朝天哦。你这万众朝天的素质哦，也是一个好的，是咱祖孙老大人哦，而且呢，三朝古都天下，众生也是个明珠。这个故事就是在彰显讲，哪个讲家住天下咯，唯有求得不容易。但是咱若要求出来传达，咱无法度找这条路。所以伊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个诸侯山的诸侯吼，那位三朝古都天下名著，这个天命的宝贵。啊，所以伊把这个千山万岭吼，轻轻哦。心情云云的众生，哎，原来这八位的颜色是用蓝色的，蓝色它白色的搭配的，那其他的这颜色哦，是不一直就比咱这长得不同哦，因为不同肤色、不同种族啊，原来好多种感官的东西的，所以类似哦，金三朝古树的这个含义。那么万众朝天啊，也这个苏北啊。他依据咱老师的这个书本咱求得的这个目标来做相互呼应，所以把这三位来这的书本衬托出咱这个一句这条话在讲的做事不由衷，这是一个无功，就是讲咱啊尽量的服务，啊是修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个用出来实际现行的话，就是像咱来讲的，做啥个代志，唔是要
来做水龙头，把阿酸盐的吸气，伊咱即个得吸上了后，啊吸着伊个中气，所以咱个目标哦就是即个咱个健康个方面。所以当咱是曾经有段时间看到一个大学生，伊为着伊诶行动变化，啊是用气个，是用气个，将伊个中毒啊送出去，迄个是恁有时个。哦，人生的目标你们推迟，他哦有功来设置，没有让我们的本性做东家。哦，所以咱老师啊，曾经讲过话话，哦，要马前进，一字万马奔腾。哦，就是讲说，咱所有的成就，你所拥有的东西，你越尽量都先做一下，你这边啊往前在奔跑，啊发现好像辉煌成大。哦，咱个成就成为咱个一个事业功德，但是当有一天你驻足回首，原来尘土飞扬。哦，就是讲咱有一日你进来了，你发现你所拥有个，那是无修道，哦，无去经过修道的这个过程，你发现这一切，哦，伊就是亲像你尘土飞扬，就是你家己个感觉都挂嘛，分成这样。我所以用这个万众朝天啊，形容讲咱的这个经过修道过程的，是咱九阴虽济，咱的归行建出来了，做我们的主人翁。我咱修的那个飘，还有干吼，是咱这个修行的这个漫长的过程吼，达到一个最终的这个飞机大师，我了到这个生死大师。好，那么这个。今天大话吼，因为伊内底文字吼，有加侪咱一目了然，咱去看吼，咱就上时间吼，啊，可以听吼。各位听众吼，伊这番话是万有归宗，他也是咧形容咱老祖先、老祖师的这个天命的大话吼。但是咱老祖师的方言内底。伊甲这个七八岁内底万有归宗，伊是我这三股吼，伊内底个精神吼，加侪个空间，所以有一句话讲：虚怀若谷，虚怀若谷吼，伊就是咧形容这个空空，因拥有伊他的容量吼，伊个容量他包容千山万水，啊，伊是万有归宗伊个时候，大汉不解释，所以讲。新时代，哦，伊就是把这所有的河流哦，密密麻麻一排的河流，伊拢归入大海了。就是咱这个，咱老祖师伊这代哦，这个领着这个江天华的著名。那么伊因为咱这个这个宝贵，哦，诶，这个天母，那么是咱老祖师的名人家人来的，因为咱归属啊，咱应该形容咱。你要有书，你是吼，这半是树中，所以是树中的当中，吼、哦，是咱修万道的过程。当然，还佫有咱的一挂逆境，吼、哦，一挂不如意的这个的事情，吼、哦，是咱修万道的过程，伊拢会去这个做面对。所以，其他是一挂吼万道归宗的来说，像咱你那个时候，是一挂的是在挫折中。不忘上进，哦，你在课间的当中不忘求进，咱在上进翻工，去办咱建筑班来，哦，曾经，在咱头一回讲咱今年建筑班因为咱进程建立了，啊，因为这个进程建设的成长过程当中哦，咱在当跨出讲咱得天独厚，哦，在这个哦经济有变。生活的当中，啊，咱这个进程的建设，伊从伫真侪困难当中吼，伊、哦、慢慢成长，啊，一路走过来吼、哦，咱发现讲，咱从这个弥勒家园的成立，啊，咱这个进程的建设，伊是民国44年吼，咱祖孙老大人来运转，吼、哦，伊讲，送人一座大佛塔。用少的，但是咱他经过这五六年来建设，咱他上这大块，哦啊，
变质了，因为咱正常的变质，伊伫这个这个重要的方面，予咱是会使讲淋漓尽致地发挥最最大的功用。所以伊若是讲伊咱身后以上的人才，若是用数字甲算一算，是甲出三月来讲，咱一个人爱承担着偌济的这个产业。那么在这个这么困难的当中，咱会当提供百个家庭之外，有一个诚心、上进的心哦，会当去应验这句话，在挫折中不忘上进。所以大家见可惜了要回过头来看，现在咱是怎样开始，由哪里而来？虽然咱始终咱所处的生活，总是在挫折之中，你要再继续上进，在失败之中哦。不忘坚强，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去遇到失败的时阵，所以因为在互相的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曾经承认有是有失败过，所以在这个建设的过程当中，这阵是会使讲两个晚上，啊，去到迄个上顶馆的当中，咱就体会讲，其实咱有坚强的信念哦。老母同在，按我超过了完的这个过程，
咱只啊，咱无法度达到咱原来目标。咱是苦恼之中，不无烦恼。哦，就是讲，咱是即个心修行的心境，互咱的心在清净的时阵，咱嘛唔通讲，唔通提起讲咱即个变化是会到，互咱来增加了哦，即、這个安平乐道，哦，是咱只贫困的环境会当，还会当快乐。是咱分之之中不忘同一，哦，就是说，亲像咱即个咱的道已经走向行动，大家很多修得的心，很多多修得的，哦，伊嘛拢赶快的上来，哦，把咱分享咱即个进展的观点。所以，尤其即个不同的宗教，咱也用着爱这个心。你看，别人我我走就这个大道的宝贵，我来一，我来一天两分。他说中，那哪就以不同的宗教一转换，也这个包容心，哦，一个发手机，哦，每一个宗教以这个心中的贵气，那么去展现，所以让我们去谈论其他宗教也这个。助推，而是咱不管动物，就是大家拢苦命不幸，啊，因为不同不同的这个成长环境，啊，甲求治的这个法门吼，伊是拢这个分歧之中，共同同一个目标，啊，所以伫这个社会之中不管忏悔，这是圣人曾经甲咱讲的啊，咱老师讲最大的祸福。做一个真心的忏悔，哦，咱真心的忏悔哦，太大咯，像咱过去的业障气哦，把它化开掉。所以圣老曾经讲，那吉凶毁灭，生不动则已。就是讲，这个升温阿拉香的升温哦，伊迄个吉的升温最有悔，就是对忏悔啊，忏悔嘛，生不动则已。他那个吝啬的成婚哦，以三心灭凶的成婚啊，吉凶毁灭生不动则已。所以咱是历经以来三心做的多，主要是咱在忏悔的当中靠我们自己啊，忏悔自己嘛。所以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修道的过程哦，因为我是对于科学的环境起来。所以讲，咱是老早做方面来说吼，咱修得了，我是化作一片太平，化作这个天空去太平去了。但是已经去到太平，它无红绿灯，它无响灯光，但那有星光在海浪。啊，所以在这个的当中，我从这个方面抓起太平仰天长啸的时。来进入一样他投入在老虎的怀抱。他说有一日都把你看太会化作你的现在社会说的吼是经营他他因为现在咱说咱的这个风景吼你本来是红明的，但是你投入另外一个环境也是无量，所以你吼大部分是可爱环境，那么你去可爱了吼咱特别多的心情就慢慢去察觉，所以你也安静起来，心里的时机，把这个把那把完，然后把那放了海中一下，你等你修完起来，你就是周围一下的，只要下些规则的，都满意满足。我下些规则的，希望那的，像那毛水啊，那拢消化一下啦。啊，这主要的目标是啥呢？这个一类那多安。其他的种类，其实一家一家的发表都造成大害嘛。社会一样嘛，社会时代呢，所以就用这个方法，用一大提水，是用个隐形的那气缸，造一个大提水，啊，把那个把那水洗掉，啊，把不好的水，啊，就提回那水里面那个水。伊个心有规个，规个啥物事啊？有好难做除了，啊，他提起说，他伊个梦啊，怪水拖拖的，啊，要个目标，
啊，咱互我救得了，我所处可爱的环境，啊，咱就往哪想，往哪去争取，唔难做。我那是我工作办的，等一天你要好，发现身体是真的爱，你在哪工作？你说我开始了这个环境，人家那说话都讲一些风水啊，说。啊，所以啊，当天出差我还修得了，你的环境。啊，刚刚说，哎，啊，咱进出的出进货的，哎，你的来现在环境厉害，刚刚说，哎，你来一样享受一个大自然的环境。所以咱说，那你时间多出来，这个，这个散步的心哦，哦，好咱有一个，这个不纠缠境不断烦恼，但是咱宁愿是出于一个，哦，一个超发心性，不起侥幸心。所以纠断起心，是这个环境。所以我看是，以咱现在的环境哦，慢慢感受咱这个中枢哦，一个丰富的环境。所以咱的环境哦，哎，不是听到我刚刚讲假说之后，是因为最后的哎，迄个气温的升级，哎，拄啊是一处，一旦的调伏的季节，就是伫中枢迄个迄个季节。我们呢，哦，到处加水，都是一一一年，还在秋大一年的冬天，就要把那个头顶拿回来，他就会那修修起来，那离开那个环境。但是这刚才上上天出不了一点红毛子，他点红毛子哦，是你家己，后天嘛新买钱，啊后天嘛讲，到新来就是那个水库房，我今天就要出来个两个，等两个的。那他就在做打算，单单是不那两，仅仅是单两上东西不够成本，他说要两不会两对等的，不两对等来哈，他很欢喜嘛，妈妈都伤心的，总在我妈妈都把你收起来，这个孩子是花秀，啊，这个孩子他都出正成，不加大习惯，他现在就是那猪了。你刚放下习惯了，因为咱的主人拢已经走了，所以说刚他讲囡仔呐进化成太太一样东西，他太太讲哎，习惯就到了身上，就都换了三代过来。我看我想着我太太刚刚，这气氛无同嘞，太太讲啊，他气氛无同嘞，有尊严，他说是爱爱面的这个亲戚气氛在国家，你要不穿长裤，你都说哦，啊其他。功夫，这部我也喜欢，蛮好会。台湾企业喜欢的环境，蛮多可能功夫要看台湾国来了解做起。台湾很多客户，他都是喜欢来点点的来练功课。哎，因为我他就是往那边要求的，就是我曾经讲过的，我来考虑他是认可。他说你太太讲那么假做事了，他就是我好难打，我都会当回去嘛。但是你说很多人打也不行。他说啊，来提出提出看看，还是说其他人的哪东西，还是修的这个贵的。那么当然，这个贵的就是讲，咱做的这个水量就是在放在当中。当然，你在前进，后背你有贵的，你有特别的，这个新闻。所以等下去操作那个做工作的，咱们公司啊，那个沙丘书店，我找到一个看他的，还讲礼拜天。到了后，我就分二就送回一个幼儿园。他是我家整块这个头顶这个腿的中间一点，他已经是换，本来就上去把拢搞掉。我头啊，伊我发现讲，迄个客人他受不了，就是讲啊，这个人打起来拢无爱用，肯定就是讲改了。这家医生拢无是个，有迄个住院的医师，但是到我了，我所发生我是确诊嘛，爱来看看说我的头发比较短，那他就来取确诊，啊，我就赶紧给取确诊的家取出来的医生，啊，医生摆个放松，啊，医生摆放松，这是这种面呢，这天气哦，啊，膝盖部分的放松，也得控制得够。我就一直对我的歌曲他进来去操作的时候，真的就要走对方，然后这些地方
我们在忏悔，在顶忏悔的，那个主人就好心结果了。到一群人有时候他想你身上他挂满现金，他那个刚刚推下去推哦，他现在忏悔的机会越来越少，家庭他就会毁了一半。他这个人已经过了，所以那个毁了一半哦，哎，他都要走好。为了真正的为了我做我的口罩的是我的电光发出我的好些我的卡住了准备的关系之间他是准备的练口今天是我喝他的练口就是咱贵族的那些哦他是贵族的那些我小孩子我的关键是在那表情我他是这个其他哦移动感这样的其他一个大腿折断他才能起来那个低肥的他其实见者上锅不用鱼锅啊用秋鱼大他这样的锅都可以的你还可以比较大的更加可能你还会喝鱼的跳他说应该就是说不是按假人假无处理好吧但是这样会一种在现象要跨度一样还是我努力他说我喜欢青蛙就是按等于拖他的照一种情况那个情况就是跨度量他有的这样他们比较在用餐的时候我现在来存放一下小姐你找到所有的全靠措施的所以说我不买两块钱我不买这种情况所以你说他说他说你的情况他是比较难的我的钱因为真的跨的这个就是青蛙的情况他说哦啊，那个你看我的班点会叫东西感动我的腿没有血腥我这样子他讲上天标杆他说喜欢孙子请问他喜欢他的选择他喜欢他的选择他等他加入了人家很清楚请问我的东西他准备了过后他的选择的方法他就卡了这个折断他有钱哦肯定的损失的新闻他说他说在照会之中哦是你看我的新闻里吗一般的从公司也比较普遍嘛，能够走进来那些新理论，虽然非常难得嘛，既然都是不记住哦，我还要提醒我，我还要那看的，我可把这个都在讲的嘛，这个是你这个哦，反客之中不忘初心，哦，把这个重新的提回来嘛。他是获得之中不忘初心，也是因为这是真假要舍得舍得一舍记得，所以万有之中哦，以及是和他们那么决心的，所以这个万有呢，从他们那各位大伙哦，暂时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哦，记载一下，记住这个万有之中的老多处，这个很多。哎，这把叫万众良主哦，是咧天佑咱县长大人的事件哦，因为咱一早诶，一早诶去请假，诶，这是迄个顺天将军的是咱领袖代言，完了我这把万众良主哦，又一点这个天大哦的事件，来天佑咱这个领导的事件哦，因为天大是哦，如果不服。这个会这个会的资料你信这会无聊给你写那个题的好爱你啊明显不困你把这个好的整体你都写题啊这个记忆的比较小的所以时间新的多写一点信那个意见不写那么一收获一收获来形容这个新的心啊，因为风又丢了风，无奈最难千古独完君子。我现在已经会哦，非常当很相会对我开的风格单了，其他版本那个七八七八七八也千古哦。东西水动，百年都改大呼吸。我那东西来跟你说，一直在形容风火，已经会哦，还冬天寒冷的。挡来挡，挡他一九天，除了说佛堂天他一个心来背后，我是九天，所以这三大来这心九天，我在形容咱
心的意见，哦，啊，甲咱的这个手心不变，哦，那么伊遇到这个瀑布的水吼，流向大海，流向大海，哦，所以伊就遇到这个重要石头，咱换作今年是伊看河天，啊，只遇到伊在去年的石头，来咧经营这个水的季节，因为伊个。